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样调整 ChartNexus 的图，这个相信也是很多人要问的。比如说这个图看到比较美，这个是已经经过调整了。这个通常是我们去这个 Start 这边，System Setting，Data 不是 Data 啊，Price Adjustment 全部 Enable 到完就可以了。这里就是有加进那些红股、分红股给你，然后股息。附加股，拆细，就是 share split 啊，stock split，这里正确来讲，我们通常是 share split 多过 stock split 啦。这里是要 enable，然后 save，它就 OK 了啦，然后它就调整到比较美，看起来比较美的，不然的话你的图看起来就特别怪怪这样的。这个就是它最简单的。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，还有当然还有很多个东西，比如说这些。是怎样画的东西？OK，还有这些像 label 那些单单的零零总总，因为这个只是这个 video 我只是跟你讲解这个调整那个 channel 设置图罢了，所以就再次到这里为止，好了，谢谢。